王建锤这盘棋下的实在是太顽强了，布局阶段大亏了1000多分，最后啊强势逆袭。我们来看这盘精彩实战，王天一当头炮，王铁锤马来跳，红的上马，黑的出车，红的出车，黑棋在这里很有风度，来了一个曲头屏幕马，把挺兵的权利交给红棋，红棋选择了稳健的三兵，黑棋三卒。红旗编码，黑棋在这里走的最多的都是冲这个边卒，在这里呢，他选择了车高一步，那红旗进炮，黑棋上马，红的在高横车，黑棋一种下法那是平过来让他打，以后呢再补象，在这里呢，他是选择了车一平六，那红旗呢先车二进六。压制黑棋左翼的空间，黑棋高车巡河，下一手准备对卒活马，那红棋肯定要把这个卒打掉了，黑棋挺起边卒不给他打，红棋在平车占内，黑棋先补一手，红棋高车，黑棋补象，红棋呢在这里选择了一手对车。黑棋没闪，接受吃掉。接下来呀，这个黑棋呢走出一步致命的败招。这个棋啊，他应该先踩进去。他选择了一个平车捉马，这招棋让自己的这个局面落入了下风。红棋平炮一拦，下一招要进兵，进兵那这个受不了，赶快上马，红棋进兵。黑棋跳进去，红棋选择马四进五，你踩了他打掉，这样呢铁帽子给你镇上，底车以后呢永远抬不起头。黑棋在这里选择了吃炮，飞掉，踩兵，红棋呢在兵三进一，现在红棋呢多兵，最关键的下一招啊有个进兵，你一打。他一打，踩着你的炮，吃着你这个炮。那黑棋选择高车，红棋先补一手士，黑棋呢边卒过河，红棋兵五进一，准备再过河一个。黑棋平边炮，那红棋顺势把这个边卒干掉，黑棋平车，红棋呢来摇对，走得非常简明。黑棋不好意思再回来了呀，对掉，吃掉。这样呢，这个红旗呢现在多兵，黑旗马一进三，下一手呢准备啊往下冲，那红旗呢先避让，黑旗平炮准备打兵，红旗回马踩一下，黑旗退马，红旗退炮将它绊住，而且呢现在呢还护住了这个兵。黑棋这个小卒就慢慢的往里靠，红棋把马标进来，黑棋呢退一手炮，以后呢准备扬个士，把炮啊调到这边来，红棋上马，黑棋上士，红棋呢过来打一下，他上马，他过来打一下。你现在踩这个士，你不敢踩，你往这边将没有用，你躲完之后还打着你这个呢。那红旗呢在这里选择了平兵，准备把这个兵啊慢慢的靠进来，那黑旗呢补一手士，红旗再平兵，黑旗进马，红旗呢再来一个，黑旗呢平卒，黑旗平卒准备啊对掉一个，然后呢在红旗的这个七路线展开一个反击。红旗实战呢是选择了用兵吃，这个棋它应该用象飞，象飞要好，象飞的话黑棋吃掉，它可以将它吃掉，你给它一打，它吃掉，等你这个回来踩的时候好像不能吃，以后打闷攻，但是呢它可以飞个象，这样呢
你踩掉，哎，他有一个呀，先骑后取，打你，你飞个象，拦住没有用，冲过来了，这样呢，你再上马，他就把这个炮一打，你吃个象，那这红旗呢多这么多兵，黑旗呢难以抵挡。实战呢，他是选择了用兵吃，那黑旗一吃，红旗现在怎么办呢？这隐隐约的这边有孟公的威胁，他在这里选择了一手杨氏。那黑旗呢，把卒平开，红旗平炮，黑旗呢来一手飞龙在天，将马给他摁住。红旗呢一看，哎，你象走开了，没炮架了，他兵冲下来，黑旗回马先吃一下，小马只有逃开，他再把这个兵一吃，以后呢，准备往这一跳，还要踩你的马，他选择了一手飞象，那黑旗呢也把象一飞，现在呀要打象，这边要打兵，他选择再吃下，那他来一将，上个士，然后呢，把兵一飞。这一段啊，应该说红旗处理的不好，本来是多兵，现在呢兵一样多了，而且呢人家这是个中卒过河了，你这个边兵呢还没过河，他先选择了出帅，那黑旗呢也是退炮，红旗呢再过边兵，黑旗打一下，红旗回马，黑旗平卒，红旗进马，黑旗呢退炮，红旗架中炮要打象，那黑旗不管他了，高炮，哎，你打象将我就出来，以后我这个炮啊有平一将，黑旗选择来一将出来，然后呢回马，不让黑旗呢平炮将军，黑旗就用这个炮将，红旗进去，黑旗中炮，这样呢红的中炮动不了了，以后呢要往下冲了，他下去，黑旗往下冲，红旗呢先回马，那黑旗呢也回马，不让这个马呢往上跳，红旗呢就回这个，踩住双炮，那只有高炮绊住，他选择了一手出帅，他来一将进来，飞象。抵住马，瞄住这个边兵，那这样马兵受到牵制了，他选择把这个兵冲下来，黑旗再选择一手架中炮，那现在中路受到牵制，赶快再出来，再来一将进来，再来，他再扣，他再出来，双方啊，在这里交换了几个回合。他没有这样走了，他是选择了这个炮架上，那红旗呢挺兵，黑旗选择退炮，红旗上马，那黑旗高炮再将他绊住，红旗在这里选择了一手回象，黑旗呢也回象，象一下马，那他再把马逃开。黑旗在抵住，红旗没有再上马了，他选择了一手平兵，黑旗进马，以后准备这样来往下冲，红旗继续平兵，黑旗进马，下一招就要去吃炮了，他踩马，那黑旗回马，现在打着呢，这个马一逃他就往下冲吃你的炮，黑旗选择进马。红旗呢进炮将他挤住，黑旗又上马，黑旗进炮一打，这个马怎么办？一走开往下冲，他选择了这个出来，出来之后他也是选择给他交换掉，踩掉，然后呢往下一冲，这样呢
这个小炮就被盛情活捉了，他选择踩掉吃掉。乍一看好像飞象要将人家给弄死了，哎，恰好有个将军闪身进马，黑棋回马，红的呢把象踩掉，黑棋退炮，这样呢黑棋呢就多一个子进来，回马踩双进马保住平中，以后有一些闪击出来，黑棋退炮，红旗呢选择了一手回象。其实这个棋啊，它还是应该绊住马腿，先把这个兵啊给它削掉。在这里呢，它是选择了吃象，那这样的这个兵呢，它就保住了。它回来，你现在不敢吃，你一吃它回来一踩，那就和棋了。黑棋退炮，红旗回马，黑棋平炮，现在是杀进来，绊住马腿，红旗平兵，黑棋回马。红旗往下冲，黑棋先来一将，出到这边来，让他这个士不能给回来，进马，进一步平兵，黑棋呢回马守一下，红旗回马一踩，黑棋进马，红旗上士。黑棋老将进中，红的退士，黑棋退炮，红棋进马，进马之后，以后这个兵啊往下冲，或者说卧一将，那黑棋呢继续回马来守，红的呢来一将，黑棋出老将，红的回马，黑棋进马。红的继续退，黑棋高炮将他挤住，红旗跳进来，下一手准备这样踩住你的炮，叫住杀，那他呢上个士，红旗平中，黑棋呢回马，现在打着马踩着兵，他选择了一手退，黑棋退炮，你现在吃士一平玩完，他再上来，等他再打，他又回去，他又退，他又上，那不能这样不便和棋啊，黑棋多子进来，红旗一看这个兵肯定是保不住了，把最后一个底库也给他扒了，完了之后回马，黑棋进马，红旗进马，黑棋来一将，他只能上来，然后呢炮平到肋上以后呢就有这个一些抽将，黑棋红旗回来踩炮，黑棋退两步，红旗选择一手下士，黑棋下老将上士退炮，在这里等招下去高炮，下一手准备一将，然后呢吃掉，让他上来，他退一步马后炮，他又下去，哎，你回马将他就垫马，黑棋退一将，红的垫马，黑棋回马，红的又上来，来一将又回去，他在这里拉住他不动了，他这个不敢下，双将了，现在马又走不开，这又不能动，只能走士了，他又在这里等，那这时候下去了，他上来。想骗他进去，然后把马给人家打掉，哎呀，太天真，上来来一将，那又上马下老将，他退士进炮，还准备这样来，那人家又上来，他选择了平过来打士上士，又平过来，那又下士，在这里啊黑棋一时半会儿啊也找不到入局的方法，他一将，那他就垫上，在这里呢他选择了平过来，那他呢只有上士，他退回来，他下去，让他赶紧快老将进中，不让他帅进中，那他走不动，只有再上来回来上来再来，
这时候啊，他看到希望了，退回去，再来，上来，再来，退回去，上，上，上，退，再来，那人家又上来，黑棋呢又把老将出来，那红旗又把士回去，他一将他就颠，他退，他上，那你想抽没门，又回去了。这时候啊，他看到了，把马打掉，走到这儿就认输了。为啥呢？你现在只有吃，然后呢，他一将，你一进来，把士一踩，以后呢，形成这个马秦单士必胜残局。